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农业社会以来，大规模传染病从未缺席。著名的扎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墨西哥流感，到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从哪里来的呢？ 它的特性是什么？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有哪些？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如何？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课来了，听硬核教授张文宏老师给我们一一道来。约翰·多恩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疫情，学会科学防护。 共同维护人类的健康。同学们，大家好！开学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但是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好特殊啊！ 说是第一课，我呢也不能在教室里给大家上课，我是复旦大,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同时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也告诉大家，我今天是百忙之中跑到这里来了。你肯定觉得奇怪，现在怎么还有百忙之中跑过来的人呢？大家都闲得发慌，对不对？那我就是那个忙得了不得了的人，因为我们是医生。 这个时间，全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突然出来一个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这件事，把我们中国折腾的是底朝天。今天两月十四号了吧？没错的话，很多女同学、男同学是不是情人节啦？是开始互相发微信啦，但是互相还看不见对方，为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从上海市的定点治疗医院奔过来，给大家上这个第一课。我以前呢不大这样上第一课的。今天你看我戴了口罩，就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然后大家在这里家里，你了解了这个病毒，你就知道你现在怎么做才是对的。然后呢，将来总归有一天我们要开学的，几月份呢？现在不知道。 一旦开学，你过来，你就知道我又要你做什么。你把这几件事情做好了，啥事都没有。如果做不好，那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哦，所有的同学全部会受影响。好，我现在大家给大家讲，什么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肺炎，很多不是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啊。事实上，这个事情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过程当中，你说有过吧？你可以说有过。 也可以说从来没有过，因为它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上面，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我先给家讲一件一百年前的事情。一百年前，一九一八年，学历史的人其实都知道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你看整个欧洲就这个样子了，死掉了多少人？两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死掉的也就几百万的人口。 可能远远还比不上我们这一次是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有个病毒叫做流感，就是说一九一八年欧洲大陆的一个发生的流感。这个流感病毒是谁带过去的呢？美国人带过去的。美国军团从美国过去的时候带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病毒，美国部队在那里把这个病毒向整个的欧洲出现了蔓延，后来传染到全世界，多少人最终死亡？两千五百万到五千万。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病房里躺着的很多人是吧？医院根本住不下来，有没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的武汉的方舱医院呢？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同时被感染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医院就住不下去了，可能就在隔离点里面进行隔离。这个就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流感的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历史上每年都会有流感开始发生。 只不过型号它一直在变，所以你看，一九一八年一过去有一百年里面，基本上一九一八开始，一九二五年、一九五零年、一九七五年、两千年，再到两千零九年，其实每一年流感都在变，而且它的型号还在变。也就今年来了一个流感，哎，我叫张三的；再过了几年，又来了一个大流行，我叫李四的。所以对于一个流感的流行，我们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也不会。 大家觉得，哎呀，流感很可怕，一来我们要死很多人，大家都没这种感觉。为什么？整个流感的死亡率，我们又叫病死率，生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流感的病死率多少？百分之零点二，百分之零点二什么概念？一百个人生这个病，大概一个都不到的人可能会死亡。事实际上，这个率还是蛮高的。所以，世界上大家会在想，哎，我们给流感打疫苗，我们就没事了。但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今天一百多年过来了，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传染病。 突然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么这个流感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呢？我今天告诉你，事实上，我们现在科学家、我们的医务的研究工作者都已经知道，所有的流感都是从天上的飞鸟、地上驯服的家禽，很多病毒每年都在变，整合在一起。那你说，一九一八年前面有没有？不知道，因为一九一八年前面的一些历史，我们人类。 都是属于一个处于一个什么呢？在自然科学不怎么发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认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只知道，过几年，人类的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来一场瘟疫。所以大家在读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过段时间瘟疫来了？过段时间瘟疫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农业社会发达了以后，人类的人口爆炸式的增长，然后同时把自然界的很多的动物，像猪，你看。 驯化成我们的家猪，把狼驯化成狗，地上的这些鸟类驯化成鸡，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界存在的很多病毒就开始跟人类在一起进行整合式的进化。进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病。如果这个病是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来的，我们人类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一九一八年这一次流感出来以后，整体的人群的感染率就很高，碰到就不行，碰到就要被感染。 所以在一九一八年的流感，至今我看每年都有。但是呢，因为你每年都有，我们人类就开始有一点抵抗力了。所以大家对流感也没有这么可怕。我哪怕不打疫苗，诶，我的死亡率也没这么高，因为有一定的抵抗力。但是如果我今天问你，我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呢，你一点抵抗都没有，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今天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好，下面看这一张。在座的各位，二零零三年你在哪里？很多小朋友可能还没出生。 但是你去问你的父母，老师问我，二零零三年你在哪里啊？我跟你讲，二零零三年，突然在中国的南方，广东地区开始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肺炎。大家看到我右侧的很多，你可能看不懂，对吧？这个就是人的肺，当中那个像靴子一样的那个白白的东西呢，是人的心脏，黑的是什么？人的肺，肺就突然变白了，发高烧。 变白了，然后我们医生想问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知的很多病给它都套不起来，所以当年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非典。什么叫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我们又叫非典肺炎。好，二零零三年的非典肺炎一出来以后，大家基本上的死亡率可以达到多少啊？一开始死亡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同志们，你可以想吧，我前面跟你讲，流感的死亡率一百个人只有零点几个人死亡，这个肺炎一来，十个人当中有三到四个人会死掉。你想象是不是大家突然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是的，所以当时的先是中国的深圳、广州，后来是北京、山西，这些病人到处开始流行，有大量的人被感染，最终中国感染的人数接近一万人。 死亡率到最后统计是接近百分之十，而且这个病还蔓延到全世界，最后被控制住了。控制住了以后呢？现在世界上有这个病毒吧，没有了。但是如果这样的病毒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再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会碰到很大的风险。所以大家一直认为，哎呦，非典会不会再来呢？都有这种想法。但是这么多年来，确实非典也没有来过。但是我们有知道了。 你不知道的这些传染病，随时有可能会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好，那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图，当中一个圆的旁边有很多东西突出来的，像不像一个皇冠呀？对的，这个就是非典的这个病毒，我们叫冠状病毒。2003年，中国的香港的科学家，但是立了大功，他们首先培养到这个病毒，而且鉴定了这个病毒，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什么？SARS。 冠状病毒，因为这个病毒属于冠状病毒，你看像皇冠一样的。为什么叫 SARS 呢？我们国内叫非典，我们中国的香港它叫严重呼吸综合征，这个英文的名称叫 SARS，所以叫 SARS 冠状病毒。再进一步去找，你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吗？居然是从我们人在吃的野货里面出来的。那你说什么野货？我今天告诉你，果子狸。 果子狸是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广东地区，大家平时吃的野货当中，经常会有果子狸。果子狸是一个像狐狸一样的一个狸，然后呢，它跟蝙蝠接触，蝙蝠身上携带的这个病毒呢，就跑到了果子狸身上，然后过度到人，然后我们人类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然后我们人类当中就开始流行。所以当时二零零三年，哎呀，很厉害，全国都是，但是最后控制住了。这是当时全国出的第一本书，关于严重急性的呼吸综合征。 SARS 的一本书，大家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啊？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叫翁心华教授。在 SARS 的时候，整个上海市他是上海市的专家组的组长。我当时呢是这本书的副主编，我来给他一起呢做了这本书的编辑，系统的介绍了这个病。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个疑问：SARS 结束以后，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也不会碰到这样的病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碰到了，我们是不是就会？ 很容易把它给控制住了，因为我们从上次当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嘛，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再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好，二零一三年，二零零三年，十年过了，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我当时在医院里看病，我们突然发现也有一批病人出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肺炎，一查什么都没查到。最早看这个病的是谁呢？ 是我的同事罗洪洲，他跑到哪里啊？上海有个区闵行区，大家知道去会诊。会诊的时候看到这个病人，哎呦，这个病人不得了。他说，怎么这个肺炎都没见到过呢？查都查不出来呢？他把这个东西又拿回来，拿回来啊，他还给我讲，他说，哎呦，这个是不是 SARS 再来呢？十年，十年过了，我们 SARS 可能又回来了。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对吧？叫《王者归来》对吧？所以当时想的挺美的，我们如果把这个病毒给抓住。 然后呢，给弄好，那么我们就有在对人类历史又是新的贡献，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什么 “SARS Return”，想的挺好的。但回来一做，哎呦，居然找不到，但是肯定的，它不是 SARS，那它到底是什么呢？这时候，袁正红老师他带领的一个病毒实验室，连续几个星期不睡觉，在做病毒的分离和病毒核酸的检测。后来在核酸检测里面，居然找到了是什么？是一个 H7N9 的禽流感。 哎，你说这个禽流感，前面又说流感，现在禽流感，那么很简单咯，这个禽流感就是从鸡当中过到人身上的一个流感。但是为什么叫 H7N9 呢？因为这个型号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大家你看到这幅图上，这个右侧的肺炎就很厉害了。那这个病人住在哪里？这是我们华山医院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毒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它的传播性它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很多人生了，生了以后没有抵抗力，马上肺里就。 变白了，大家看到吧？左侧的那个，你看这个的肺里，一侧是黑的，一侧是白的，白的就是被这个病毒给占领了。然后大家对这个病毒就很怕嘛，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二零一三年的这个上海流感，我们又是 H79 的禽流感，我们就进去了。我是二零一三年进了上海市的定点医院，在里面救治这样的病人。然后这个病例也是整个上海发表的第一个 case，是我们的主在华山医院找到的这个病例。二零一三年的四月份，我们给他向世界也做了介绍。 所以这一次呢，是我的同事把病毒找回来，袁正宏老师的课题组把它给鉴定出来，然后我们临床医生就开始去治疗它。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吧？最怕的时候是这个病毒很厉害，到处传播，我们就完蛋了，就像零三年的 SARS 一样的。哎，后来发现还挺好。为什么挺好？医务人员基本上没有被感染。同学们，医务人员被感染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传人，因为医务人员通过操作接触嘛就被感染。但是这一次的感染很有意思。 他基本上感染的都是跟你最亲的人，所以同学们，到最后在我们最亲的人当中感染的是谁呢？所有的人当中有两种，一种大量的人都是直接去养鸡场、去菜场买菜、去买鸡这样的一些人被感染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它出现了少量的人传人，很少人传人的这个病例很少很少，那传给谁啊？很多人都传给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看，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爱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在病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每天在旁边给他端茶、送水、处理他的吐出来的东西、他的拉肚子拉出来的东西。到最后，母亲有几个母亲被感染了。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感染的力度，只是那些跟你非常亲密的人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这种感染，我们叫它什么？ 有限的人传人，并不是每个人一接触都被感染的，所以这是二零一三年的一个禽流感。这次禽流感结束以后，事实上中国的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都比较自豪，觉得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好厉害的，在自然界里面我们所向无敌。所有的病毒只要来了，我们把它搞定，然后呢，我们把它关起来，把它治疗好就可以了。所以二零一三年是我们整个国家在疫病的防治当中觉得非常自豪的一年。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到了一个所向无敌的一个情况呢？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个是二零一七年爆发了一系列的流感，有香港爆发了禽流感，上海再次出现 H 七九，H 七九走了，二零一七年就又来了，就说明这个病毒在我们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离开，还出来一个北京的流感，北京流感不单单出现流感，而且因为流感以后。 这位病人后来死亡了，死亡了以后呢，他家人怀着对病人非常沉重的心情，把他自己求医的过程写成一个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就知道生这个流感以后，整个肺的功能没有了，然后投入大量的钱进行救治，病人未必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大家对流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预防这个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今天都知道，流感哪怕再严重，但是它总体的病死率也就百分之零点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感染，很多人对流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力，还有疫苗可以接种。而且生了早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病毒，我们还可以用药物去治疗它。所以大家当时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哪一天突然出来一个病，就像 SARS 一样的，但是传播的比 SARS 还要快，它的。 致病性也是比较强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呢？所以大家其实是很紧张了，所以二零一七年过后以后，现在迈入了二零二零年，在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份，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对付，怎么对付啊？我们就把这个感染的病人，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治疗的舱里面，这个舱是负压的，病毒还不能让它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有传染性。 你跑出来以后，整个病房就全部感染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传染性病人放在一个治疗的舱里面，这个舱是负压的。你看，我进去给别人进行治疗，治疗好了以后呢，病人病毒都转阴性了以后，我们再把病人给出来，再康复，是这样一个治疗过程。你看，如果生重症肺炎，我们就是医生都要进这样的一个治疗舱。所以我们非常怕什么呢？我们出来一个传染性肺炎，然后传播的还比较厉害，我们要进这样的治疗舱为病人治疗。 这个工作量都是非常大大的，所以我们都在想有没有的办法。第一，这样的病不要来；第二，这样的病如果来了，我们能不能最主要把它预防住，不要让它传播呢？这是我们当时一直在想的。但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你越怕，它越要来。所以在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份，我们这个事情就来了。突然，在中国的武汉，我很多的同事就。 又开始打电话给我，发微信给我，在说什么呢？说他们医院里治疗了几个病人，这个病人的肺炎原因我们现在是找不到的，这是第一点。但是大家看，大多数人都跟这个海鲜市场有关系。这个武汉汉口火车站旁边有个海鲜市场，病人呢跟他里面有关系。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肺炎，跟我们 SARS 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有消息传出来说。 病毒的一个基因测序可能跟我们二零零三年的 SARS 可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就比较慌张了。所以在二零一九年的十二月份，就在武汉地区就慢慢的有这些散发的这个病人出来。那么二零二零的一月份病人多起来以后，我给你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照片是什么？这个是肺的照片，当中白的那个是心脏，两侧黑的是肺。 健康的肺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健康的肺是黑黑的，在我们的 X 光的 CT 片的这个透射下面，它是光很容易透过去的，空气含量很多的，是黑黑的。但是现在你看，这里面肺里面都变成白的一片。如果整个肺都变白了，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变成白肺，变成白肺有什么关系啊？就不能呼吸了。为什么？我们就像我们把我们的肺浸在水里。 所以就等于是游泳的时候闷在水里一样的，这肺浸满了水的时候，大量的渗出，里面有病毒，然后大量的渗出，然后肺呼吸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病人的一个生命会造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当时大家只能去依靠我们以前的一些经验。以前你说你有什么经验？以前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你知道那个 H 七九，最后我们是怎么搞定的？你知道？H 七九，你说你可能医生很厉害了，医生把病人都治好了嘛，这个病就没有了，对吧？实际上不是的。 二零一三年，这个病的消失、最后的控制，跟医生没有关系，医生只是把生病的病人给治好了。真正的这个疾病的控制靠什么？二零一三年，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了，原来，二零一三年的 H79 的禽流感来自于家禽，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全中国把这些禽类的交易市场全部给关掉了。那禽类市场一关掉，以后这个病毒就不出来了，就治好了。所以在 二零一九年跟二零二零年的一月份，大家想到了同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公告是二零二零年的一月一号，武汉市的卫计委跟市场管理局一起发的一个通告，说我把你这个海鲜市场给关掉。当时是怀着非常美好的愿望，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事情跟二零一三年的 H 七 N 九应该是差不多吧，我把这个市场给关掉，不就没事了吗？把市场咵。 关掉，然后市场关掉以后呢？你看，大家还在想，哎，我们还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团队开始，跨月初全部聚集在哪里啊？聚集在武汉。这张图是我们中国的传染病所的所长徐建国院士，还有 CDC 中国的科学院所有的病毒专家都过去了。过去以后非常厉害，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找到了这个病毒是什么——冠状病毒。 又是个冠状病毒，但是是不是 SARS 呢？大家跟 SARS 一比，原来跟 SARS 有点不一样，差多少基因？大概差百分之十几的差异度。大家知道，你有百分之十几的差异度，差异度也是蛮大的，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兄弟了，所以大家想，是一个 SARS 兄弟来了，又不是 SARS，是个全新的病毒。那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像以前的流感的大流行一样的？就比我们。 二零零三年的 SARS 还要厉害的一个流行呢，所以大家马上就在想，一个新的病毒来了哈、啊，这么多病人。贵佩山二零零九年墨西哥流感，贵佩山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将会发生呢？其实大家只是提了一个疑问而已，一个新的病毒已经来了，但是这样一个疑问产生以后，事实上我们还是怀着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把它给控制住了。 我们觉得 SARS 我们都搞定了，这个冠状病毒也应该搞定啊，所以你看，大家就开始进入工作。十二月三十一号，初步鉴定是一个病毒性肺炎，但是病毒肺炎大家都说你没有人传人哦，这些人都是来自于海鲜市场的咯，病人开始在医院里治疗，在医院治疗有有没有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了？医务人员没有感染啊，一月初啊，他说，事实上一月初的时候，很多医务人员开始跟这个病毒接触了，你觉得他没有感染，事实上他已经感染了，只不过不知道而已。为什么？ 他要过了几个礼拜才发出来呀，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次你看，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要上班之前大家要隔离一下？为什么？你来了，你觉得我很健康的，我马上要要上班，不行，你可能被感染了。我要等你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病不发出来，你就好的。所以一开始医务人员接触了，但是他可能被感染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发出来，所以病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病人突然越来越多，这肺炎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人居然根本就没去过那个海鲜市场，海鲜市场在一月一号已经关掉了。那这些病人是哪里来的？很显然，人传人了、啊。所以在二零二零年的一月十五号，我们开始看到一家人当中都感染了，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去过武汉的海鲜市场，其他感染的人其实没有去过。所以这个信号一来，人传人是有的。 但是家庭传播的例数不多啊，他说，大家觉得还没有引起警觉，所以钟南山院士在二零二零年的一月二十号，你看一月一号的病人，二十号才几个星期啊，突然武汉出现大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些肺炎的病人在增加，而且世卫组织直接关注中国有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发生了，到底向哪里发展呢？ 所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就过去了。过去有中央士说，一看不得了，他说，居然在武汉一个医院里面，有十四个医务工作者同时被感染了。这个十四个医务工作者，无非是给这个感染的肺炎的一个病人做了一次手术而已。他们做一个神经外科的手术，把病人气管做了一个插管，插管有很多东西可能就会喷出来，十四个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幸免，全部感染了。 这不是证明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传播性很强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病毒好厉害的，传播性好强的。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办呢？好，搞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病毒从哪里来，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确定传染源。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它是如何传播的，我们叫传播途径。 要把它给隔断。第三个，保护易感人群。这个三个事情都弄好，我们这事情就还有得挽救的余地。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做不好，我们这个事情就没法搞定。所以我们这里照片，你看，我把这个照片放出来。我前面给你放过 SARS 的照片，你有没有觉得这类的冠状病毒其实都是长得这个样子的？传染源搞清楚了以后，它是哪里来的呢？这一次这个冠状病毒，我们只知道它是 SARS 的兄弟，大家也怀疑来自于。 武汉的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的交易，但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野生动物，现在不知道。现在知道也已经晚了，因为很多在武汉地区，中国的湖北地区已经有大量的病人的开始出现感染。所以，我们在整个冠状病毒的发生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冠状病毒以外，其他的很多冠状病毒老早一直有的。一九六五年，我们发现了冠状病毒二百二十九。 一九六七年发现冠状病毒 OC 四十三型号的零三0好厉害啊！SARS 冠状病毒，但是 SARS 冠状病毒来了就走了。后来零四年 NL 六十三，零五年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一号香港大学发现了冠状病毒，像这些冠状病毒其实都是很轻的，问题都不大的，不重的。我们感冒的时候都会有这些病毒，所以这些病毒致病力比较弱，它就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就开始待在那里了。 但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 SARS 冠状病毒，它很严重，造成重症的感染，然后接下去出现一个 MERS 冠状病毒，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这两个的死亡率都很高。这个疾病引起的死亡率我们叫什么？病死率。所以 SARS 的病死率百分之九点六，MERS 的病死率百分之三十，都很厉害的。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两个病毒虽然很厉害，但是传播的人并不是太多。那么你说今天我们二零？ 二零年一月九号，我们中国把自己的这个序列传到全世界的时候，是二零一九 MCOV，现在又把它的名字给改了，叫什么 COVID，叫冠状病毒病。好，冠状病毒二零一九年的这个冠状病毒病，我们到底是有多重呢？然后的传播性如何呢？我们现在知道了病原体，我们下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它会传染，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界。 我们人感染了，但是在人当中会有聚集性发病，大家互相传播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生病的很厉害的这些人都要最好的能够把它隔离在那里呢？然后他他病好了，他再出来，是不是就很好呢？所以大家最近都听到一个词叫做“武汉封城”，对不对？其实武汉啊，湖北的封城是什么呢？现在你看，整个武汉的地区有几万人感染了，可能还不止，对吧？现在每天的这个病例数还在增加。 就说明这些生病的人，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条件，把他们能够接到医院里。接到医院里的时候，边治疗，同时是不是边隔离啊？是的，所有的传染性疾病，传染源的发现跟隔离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病人生病了，他现在还在社会上乱走。 那是不是要传给很多人呢？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病原学的一个人传人搞清楚以后，对于这样一个病呢，我们也把它给隔离起来。那你说不隔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流感不是也不隔离吗？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病如果今天不隔离，它传染以后，大多数人生的肺炎，生的都是肺炎哦，可不是一般的感冒哦。我等会告诉大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第一，肺炎；第二个。 大多数人对这个病没有什么抵抗力哦，所以你每年虽然流感在社会上也到处也有发病，但是不见得你跟流感的人一见面一定会被感染上。但是这个病，它现在是因为为什么呢？他的人对他抵抗力没有，所以它的风险就非常的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多数发病的时间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左右，两个礼拜以内基本上这个病就发出来了。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道理啊？比如说我到一个新的城市，比如说你们现在开学了，但是有可能你们在原来的这个地方被感染了。 你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生病，啊，跑过来，跑到上海来，跑到上海来以后呢，你同寝室的大家不是都在一起，如果你生病的不知道，那就有可能传给他们，那到最后是不是整个一层楼面全部是有这个病的爆发了，那就不得了，那我们这个学校你说还能开课吗？就不能开课，所以这里跟这个病的什么有关系、啊？潜伏期有关系，所以这个病不是说你碰到以后马上发病的。 发病的时间基本上是平均是九天，大多数都在两个星期以内，所以隔离两周变成我们对这个病的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在想，哎呦，既然这样，这个病重不重啊？会不会死人呢？肯定大家是这么想。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病生的时候都是肺炎，蛮重的，对吧？但是真正的非常重的占我们整体的人群里面，全中国的病例啊，百分之十五，大多是老年人。 所以年纪轻的人呢，感染了以后呢，没这么重，但是肺炎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气就通不过来了，而且会人传染，医务人员还会感染。那我今天告诉你，全国的病死率多少？大家很关心，哎，到底有多少人死啊？啊，那么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全国的一个死亡率，现在生这个病的死亡率，我们叫病死率，大概百分之二，而且百分之二的人群里面，大多数呢是年龄大的占了主要的一个一个因素。 上海大概现在收了三百多个病人，有一例出现死亡，这个人是，呃，年龄是八十八岁，而且有基础的一些心脏病这一类，所以大多数在医生的救治里面还算可以的，但是重症占了百分之十五啊，这个是不轻的。重症肺炎，所以这个病啊是不能忽略的。你不能说我这人我就到处乱走，传染就传染了，大家都一起生病，那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生肺炎，而且是比较重的，这个事情事实上我们是没法接受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现在我们全国的医务人员都跑哪里去啊？跑武汉去。要不武汉这里最多的病人，都给他发现了。那将来所有的武汉的人都没有生病的人了，我们再把武汉打开，全国人民大家自由在交流，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病，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希望是把发现的病人找到治疗，然后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病的携带者，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就安全了，是不是？那现在是什么阶段？ 现在我们不是战役正打到一半吗？战役打到一半的时候，谁都有被感染的风险，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在上海，我们现在控制得非常的好，感染率很低。所以外面我们如果进来读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或者你哪怕你现在家里，我们要多待在家里，也就是这个道理，在家里闷一闷，到学校的时候再闷一闷，闷两个礼拜左右，你再上上课，上上网络的课程，两个星期一过。 你没有生病，我就告诉你，恭喜你，你真的没有生病。那么你知道大多数人是生病还是不生病呢？我告诉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实际上是不生病的。但是哪怕有百分之一的人有生病了，没有被发现，到处在食堂里乱走，在寝室里串门，搞在一块儿，那有可能一下子就会扩大。所以武汉从一月一号到一月二十号发病的人数的扩大，你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个病的一个基本情况我就告诉你了。那你说我如果待在家里？ 我被这个病感染了，或者我现在又到复旦大学来上课了，这老师可能会叫我们都在宿舍里先待一待。那个这个叫什么？叫相对的一个在隔离的一个时间点。时间点，那你如果如果万一我生病会有哪些表现呢？有的，我前面看到大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厉害的这些表现，这个肺变白了，对吧？那有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么厉害的其他的表现？有吧、啊？有的，你只要感觉到不舒服了，也有可能哪些不舒服？ 发烧是最常见的，咳嗽、喉咙痛、胸闷，特别气透不过来，这种咳嗽都算的，都是的，老胸闷，哎呦，怎么有点有点憋气呢？还有没力气，有些病人就有些时候呢有点恶心呕吐，还有的腹泻，眼睛发红，肌肉酸痛，就像感冒一样的，这个叫叫做感冒一样的症状。那么非常严重的就是气透不过来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肺炎。 所以，新冠的肺炎，我们基本上在一起的潜伏期是四天。你说过了十四天，是不是基本没事呢？对的，你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生病，我们基本上就认为你真的是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大家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我们都要在家里闷十四天。对，武汉也是的，很多人在家里待十四天，如果没有生病，我就真的没有生病了。那这这是在这个十四天里面，如果有生病了，我们就把它带到隔离的点，我们进行治疗。 治疗好了以后出来，他就不具有传染性了。所以，我们现在全国都在做一件事情，在新的工作岗位，大家去上班的时候，要防止被这个病感染，也要防止被人家感染。所以我今天给你举个例子，就在最近我在上海，我不所有的病人都是在我这里进行治疗的。但是我举个例子给你，这里有 A、B、C，你看这一家人是吧？A、B、C 这一家人都生病了，我们就问他。 哎，一月二十九号，上海发生，这一家人他都生病了，全部是这个肺炎，现在全部住在我的治疗点里面，肺炎还蛮重的。我就问他，你到底去哪里去过了？是不是去武汉回来？去湖北出差？他说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他说，就是问不出来。那你说这个病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的。再去问他，你到底去哪里去过？老老实实给我讲。后来说，哎呦，想了半天，你想想看，像前面回忆半个月、两个星期去哪里去？哦，他说我去过安徽合肥。 好，去过安徽合肥，我说合肥去的，合肥跟上海一样的，发病率也就几百个，不是一个武汉呀。所以去过安徽，按道理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开始去找，找到安徽，安徽去哪里？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我每天去那个健身房练健身的。好，我们就搞过去，去那个健身房，去问。我说你这个健身房出现过有事吧？我他说有的，健身房现在被关掉了，这个。 健身房有五个人在这个健身房里一起健身，生病了。然后我们上海的这两个人在安徽工作的时候，一月十四号、十九号之间，他经常到这个健身房，他被感染了。一到上海，你看，一月二十九号他就进来了。所以在整个健身房里面，肯定还有一个人是从湖北来的。但是在一月十四号、十九号，他把这个病传给健身房的其他人。安徽去过的这两个上海人也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 然回来传给上海的，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种非常密集的在一起的交往，有可能就会是什么呢？产生我们的一个交叉感染、啊。哎，那说你说是这故事是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呢？不对，想不到这个 A、B、C 里面的还有个人是 A，A 一开始他病还没有发出来，二十九号之前他开始在上班嘛，你知道，二十九号春节里面。 我们知道今年的大年夜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对吧？大家觉得二十三号、二十四号过年了，这个我们政府不是叫你们都待在家里不要出来吗？老老实实的吗？他说我不，我没事，我又不是武汉来的。你看他出去吃饭，跟一个 D 和 E 一起吃饭了，你发觉吧？好，他一生病，我们再去查那个 D 和 E，这两位老兄开始发烧了。 所以你看看，他们去安徽进城饭去了以后，在上海三个人传给一家人都感染。当中的 A 上班的时候还传给了他的同事，那就说明什么道理啊？在我们日常的接触过程当中，如果是密切的接触，什么密切？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在宿舍里是不是生活在一起呢？第二，接在在一起还不戴口罩，是吧？在一起吃饭，突然要讲话了，这个唾液喷来喷去的，是不是？讲话的时候唾液喷来喷去的。 所以今天你看看我讲课为什么要戴口罩呢？我给你做示范呢。如果我们跟你在一起，我上课演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拜托大家，最最好是戴口罩。所以我在这里就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个，回到上海以后，我们在寝室里老老实实的，不要串门串来串去，这是第一点。多一个人待着好吗？如果在寝室里两个人待着也没事儿，怎么办？东西分分开，戴戴口罩可以吧？ 吃饭的时候不要聚在一块吃，自己吃自己的可以吧？所以叫什么？我们叫闷两个星期。闷两个星期，我就讲，大家只要闷两个星期，少说话，你知道吧？语言少了，思想就出来了。所以闷两个星期对广大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哦。这幅、个、漫画大家看到吧，是网络上的很多网友给我画的，就是因为我说呢，叫你们闷两个礼拜。 闷两个礼拜，你们在家里，在宿舍里，你不是医生，但是你做的事情比医生还重要。我前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一个疾病的控制，从来不是因为医生把它给控制住，而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预防的策略。好，谢谢同学们。希望大家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再见面。